孩子之余可以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儿。三，利用业余时间做兼职。这就有一个职业女性，她是非常想到工作的，但是她守着孩子，她现在就每天面对孩子的时候，她就很内疚，内疚在哪儿？她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你看我虽然和她在一起，但其实我特别想回去上班。那我说，你能够经历这样的内疚，本身就说明你也是个好妈妈了。一个不好妈妈更会有这样的反思，对吧？第二个，你要想清楚一点，当你是个快乐的妈妈的时候，你和孩子的互动会更有效。因为我观察到一点，当他看着孩子又想回到职场的时候，他对孩子经常没有耐心，他经常会跟孩子莫名其妙发火。他是为什么发火呢？他实际上是因为孩子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。他经不住，有可能就把这个负担全带给孩子了，把儿子的钱分开来讲。这什么时候才能完啊？我什么才能做点自己的事儿？实际上孩子也会感受到很多焦虑。所以我想，一个快乐的妈妈可能就很重要。其实啊，关键就在于你是不是安心的专职来做这个全职太太啊。重要的还是你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不要失去自我，要保有自我。只要你保有自我啊，那即便是你安心在家里做全职太太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。这个全职太太，我想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，我们社会脱节了，或者先生还在做什么？对，两个人不同步了，问题就出现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全职太太实际上对于家庭来讲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利与弊。那利多还是弊多？其实我在想，这个利和弊呢，是取决于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每一个太太、每一个妻子都应该问问自己，这是我想要的社会角色吗？有关于这个全职太太啊，究竟什么样的女性适合做？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更好的来经营好这个职业啊，让丈夫更加的满意，孩子更加的快乐呢？但是我请稍后回来接着你们。三生有幸由连环对，我一方面也在想，一方面有可能是在丈夫性格的原因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就是他的依赖。所以说，当一个女性决定为一个男人可能放弃自己而去依赖他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下降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更喜欢独立的，对吧？当你依赖我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对我的魅力就下降了。因为第一个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。第二个呢，意味着你的人格不独立了，那所以你不是一个另外的人了，你是我的一部分了，那可能就没有像以前有那么大的一个新鲜感和吸引力。所以其实他在放弃的开头是不是心甘情愿的，我现在都觉得是怀疑的，对吧？那可能这个他的丈夫跟他说了好多好话，你看你多好，我挣这么多钱，你这么多嘛，还是要好就好了。但如果这个程度他由衷的话，他这个退步也许是婚姻出现变化的开始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全职太太他也是有一定危机、有一定风险的。我们知道，他原先是在职场当中叱咤风云打拼，然后回归到家庭当中，首先是给他心理上会发生很多的改变啊。然后呢，他要适应这种，比如说，和丈夫这种不对等的成长，再呢就是自己的生活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狭窄的，以家庭为主，可能偶尔会有一些自己的啊。但这种不对等的这种不同步的成长，势必会丈夫之间啊产生一些隔阂。那这时候丈夫怎么办？我明白很多丈夫的抱怨，就是说我们家这个老婆，自从生了孩子以后，第一个呢和我待的时间少了，因为肯定关注在孩子身上多一些。第二个也很厉害了，跟我去说一些什么早教的事儿啊，孩子上学的事情啊，家里柴米油盐啊，以前我们能讨论好的话题，现在都不在他的视野范围。那这既是一个先生的抱怨，也是一个当全职太太的困境。对，就是你进入到那个角色以后，你很不注意的就跟被卷到的角色的，如何关注生活中的琐碎细节，不是你想这样，而是你必须要关注这些，那可能就两个人少了精神层面的交流。这就现在可能会更和一些在职场中的朋友更亲近，就容易被外界吸引啊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做先生呢，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想到要去分担妻子的遭遇啊。其实妻子为什么被这些事情所占据了？因为她忙过来，因为她觉得很累，她已经没有精力去想浪漫的事情，没有精力去关注外在，连家里的事已经忙过了。现在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妻子去分担这些事儿，而不是咱说我老生孩子都变得没情调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指责对妻子是不公平的，因为谁也不想变成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所以我想，如果你不希望他变成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要想到了不让他变成这样，对，你做了什么，或者你有请人来帮忙减轻他的负担，对吧？第二点呢，你有没有邀请你的妻子去做这些，比如说邀请他陪你出席一些社交活动，
对吧？这就可以把它拉进到这个社会生活，也让他看到别的女性或者别的和他同龄的人怎么状态，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触动。就是你会发现，好了，收拾收拾自己，你看我现在周围的女性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是一个警醒的过程，这都很重要。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聊的气质沟通过程中，千万别去说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每天都想上，没有两天你这个简直就没法沟通了。这个隔的背后，妻子不仅很不会改变，反而会觉得你说你还是没良心，对吧？连我都做了这么多了，他应该是想办法说，其实我特别没有，我没孩子的时候，不是说孩子不可爱，还是说我特别希望和你有那样的交流和互动，我们可以怎么办？专家观点，他该怎样消除夫妻间的隔阂？首先，丈夫应当消除妻子的焦虑情绪，帮助妻子分担家庭事务，让妻子感受到了关怀。其次，可以邀请妻子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可以把妻子拉进到社会生活当中，与妻子沟通，不要抱怨和指责，拉近妻子与自己的距离。他们为何不愿做全职太太？说全职太太的他们，并不焦虑的是什么？对，三生有幸，海继续。我们也为大家搜罗了一些哈，朋友们不全职太太的几大理由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，看一看，不做全职太太的五大理由。第一，生活枯燥无味，全职太太导致生活平淡如水，乐趣减少。第二，失去生存能力，全职太太不缺钱花，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，全职太太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人。第三，失去自我价值，失去自我其实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人来说是很致命的情况。第四，失去老公宠爱，全职太太所有做的事情都有点像个保姆，除了更有责任心之外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第五，孩子成年多，全职妈妈带孩子有利有弊，但孩子三岁后如果孩子自己带，弊就会大于利。你看五大理由啊，这五大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很真实，就是说大家会对全职太太这种自我全面的沦陷，我觉得我很舒服，这个很舒服，我很爱他，最后可能就是对这个孩子，你说过于关注孩子，孩子对我们的人生会比较紧张，这是大家一个重要的事情。当然，我觉得任何一个想坚持的人，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坚持的。一个不能够坚持自己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一个不够坚持能坚持自己，我知道在真正爱的对人有一个帮助啊。我既然已经想到了这样的过程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人，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，更重要的是孩子和自己和老婆都这样。感谢老师，那老师，我觉得在面试中，我觉得他的工作是很好的。有朋友说，哎呀，老公工作很忙，生活需要也靠谱，我想在家做全职太太，但是又怕会影响自己在老公心里的魅力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马老师，这个怕影响自己老公的魅力，是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一点，和老公心目中的魅力不是全部全职太太来决定的，对，而是你整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。这个全职太太，我们应该划分来看哈。首先你是太太，然后全职啊，只是这个全职会占用一大部分的时间，但是这个时间你可以成为部分的。正是因为恰恰你有了自己时间更充裕，所以你能够更好的来建设自己哈，能够更好的把你这个家庭做好，丈夫的贤内助必须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感谢你张老师，也祝我们各位刚才所有的全职太太哈，都能够认真的、用心的经营好你自己的生活，全职太太也可以找到快乐。感谢老师，咱们今天的全职太太。